站在冰沙机前，男子迫不及待想装满冰沙，好好凉一下，岂知下一秒悲剧发生。不知男子是不是太心急太用力，冰沙机的握把啪的一声瞬间被男子给压断，瞬间冰沙如同没关的水龙头源源不绝流出。男子一看慌了，杯子一丢，赶紧双手往前捧，还往上捧，冰沙就这样流啊流，瞬间男子双手变成满黄澄澄的冰沙。冰沙源源不绝的画面让男子当场傻眼，尴尬万分，但一旁的友人则见了欣喜，哈哈大笑。而影片一放上网，网友的反应却都站友人这边。除了短短一天的时间，吸引将近160万的网友收看，以及2万多次的分享，多数回应都是完完全全戳中的笑点，实在好笑，可以一直看，因为画面真的给他很疗愈。也有人说天然呆的魅力，也有人说得先笑完，再跟自己同行心说声抱歉。你看影片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很好笑。那在以后会特别注意。会，如果我去买湿热冰的话，很好笑。然后，可能以后去买湿热冰要按小力一点。再看一次这个画面，让网友疯狂的分享。或许正是男子真实的本能反应，引发了网友共鸣。面对突如其来的爆量冰沙，恐怕不论换作谁遇到，当下的反应都会让人笑到跌倒。记者志展、严靖宇桃园报道。